小鱼参两篇第二大鱼。本篇是一纯自然哲学的课题，讨论的结构以及天地日月的星体关系，属于中国古代自然哲学中的浑天说的发展。张载的这些知识代表了该时代中国天文学的水平，究竟它是自己研究的创新，还是参考他人著作的转达，这个问题作者没有研究。至于张载这些讨论，则显现了他是关心具体的天体运行的自然知识的学人，配合他有所创新的气化宇宙论知识，使得他的哲学论述是在一个真实的现实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正是这些材料存在的重要意义。小鱼天道篇第三大鱼，本篇以天概念为对象，讨论道体的作用原理，主要是一个本体论问题意识的进入。此外，体贴本体，彰显天道是圣人的事业，因此本篇亦对圣人应有的作为进行讨论，而这就是功夫境界论的发言。本篇也是张载几篇有重要哲学理论的篇章之一。小鱼神话篇第四大鱼，本篇是论说道体的作用，既是本体论也是境界论。天道作用有其神话不测的妙用，这是易传中早已明言。五，本篇主要发挥此一神话作用原理的哲学意涵，论理则同时指向天道作用的神妙，以及圣人事业的神妙两路。论说圣人的作为是境界哲学的课题，论说天道作用是本体论的课题，本篇是彰显张载哲学思辨深度的重要文章之一。小鱼动物篇第五大鱼，本篇谈动物及植物的存在性问题，实际上就是谈万物以及人类存有者的宇宙论意义的存在地位问题。六，较重要的主张是针对存有者的感通性的强调，因其必定有所感通，因此才有自然以及人文的事业。本篇旁及讨论了魂魄观念，七，人的睡梦知识，八，以及声音出现的知识问题，九，都是极有特色的儒家观点，基本上是宇宙论问题为主的讨论进入。小鱼成名篇第六大鱼，本篇是正蒙中直接谈本体功夫的重要文章。张载在本篇当中发挥了天道与人道合一，功夫与境界合一，道德哲学与宇宙论知识合一的义理模式，后文将详细讨论。本篇另一讨论人性论的问题，张载在此处有其特殊的对善恶问题的处理观点，向来极受重视的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的二分即出于此，张载即借此谈功夫论的问题，后文详述之。张载在此亦区分了天德良知与见闻知之时，这是一套贯穿宋儒谈论功夫的知识架构。小鱼大兴篇第七大鱼，本篇是张载谈功夫论的文章，义理的格式在于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大兴的功夫论意义就在于体贴人心与天地万物合一的意义上，张载亦在此处讨论了儒学与道佛功夫格式的差别。在大兴功夫的义理格式中，大臣子成浩的思路时已必见，由此亦可见出儒学义理的必然相通性，
以及张载思录的体系性广度。小于中正篇第八大于本篇借由对于君子修养功夫的讨论来谈具体的功夫操作方法，文中引用并讨论了传统儒学典籍中的相关命题，主要来自于《论语》及《易传》。功夫操作方法当然是功夫论哲学的范畴，哲学家需有切实实践的深刻经验，才能在日常生活的细目上找出下手之道。本篇多为此类警语，可见张载自己有实际的实践经验。功夫论哲学则是与宇宙论、本体论、境界论相关涉的理论问题，彼此层次不同，但义理相贯。然而功夫论哲学向下亦有多种层次，本文主要讨论哲学体系问题，故而对具体功夫操作方法则不多与细论。小于至当篇第九大于本篇与小于中正篇大于类似，皆为原点解说与功夫申述。小于作者篇第十大于本篇讨论传统典籍涉及古代人物的脏否问题。小于三十篇第十一大于本篇讨论《论语》及孔子及其弟子的若干问题，多为张载阅读《论语》时的心得。小于有德篇第十二大于本篇与小于中正篇大于及小于至当篇大于形态类似。小于有思篇第十三大于本篇讨论政治哲学问题。小于大义篇第十四大于本篇为张载研议的文艺梳理，涉及哲学理论部分已经更集中的在其他篇章中讨论了，纯粹涉及周易经文解读问题部分，本文亦不多做申论。小于乐器篇第十五大于本篇讨论礼乐问题，多为针对诗经经文的解读。小于王帝篇第十六大于本篇为讨论祭礼的问题，讨论仪式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小于干称篇第十七大于本篇收录著名的西明译文其他义理几位小于太和天道成名神话大兴大于诸篇的重负。以上各篇重点主旨之陈述，有助于我们找出张载哲学所关切的理论问题的要点，但在架构张载哲学体系之前，为使若干张载特殊使用的哲学概念获得理解与澄清，下节将先讨论张载著作中的若干重要哲学专用术语。张载哲学体系中重要概念范畴解析。张载的哲学思辨力甚强，为了表达他的创造性思维，甚而特殊地使用了若干哲学词汇，这些作为张载特殊使用的词汇意涵，关键性地呈现他的儒学建构的立论重点。在本文讨论张载的哲学体系之前，应先予以厘清，这些概念包括太和、太虚、神话、鬼神、天、天地之性、气质之性、诚性等等。这些概念有谈论宇宙本体论的道体问题的，如太和、太虚概念；有谈论境界哲学问题的，神话概念；有谈论宇宙论问题相关的，如鬼神、天概念；有谈论功夫论及其人性论基础的，如天地之性、气质之性、诚性等概念。一、以
太和说道体的抽象性真。张载说道体的概念有二，一为太和，一为太虚。太和是正蒙第一个谈论道的概念，谈论的是整个存在界一切运动变化的特征，沿其不断交互流变，却具备亦有无隐显的整体的和谐。由于张载是就着整个存在界的全体来讲道体的运动变化原理，因此太和就是道体的抽象性真，是就整体存在界的运动变化的特征来说道体，而太和就是说的这个特征。如其言，太和所谓道，中含浮沈、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声音韵、相当、胜负、屈伸之始。十一，从方法论探究而言，中国哲学论说道体有两个重要意义，其一为道体是宇宙本体论的问题，以及道体是就着整体存在界而谈其价值、意义、原理，而不是就个别存有者来谈论个别存有者的存有原理以性或分殊之理，称之论说道体实即为整体存在界的根本意义。当道体与个别存有者发生关系时，就已经是在谈论功夫境界哲学了。例如说，个别存有者具备道体、体贴道体、彰显道体，这都是说的功夫境界哲学的问题，而不是纯粹本体论的问题，是道体中的价值意义的本体在作为功夫的相而为本体功夫的知识。其二，为就道体自身的特征而讨论时，又有两种形态的思路，一个是针对宇宙存在始源的状态进行讨论的始源意道体的存在特征问题，另一个针对万物生灭变化之运行原理进行意义解说的原理意道体的抽象性真问题，以及道体问题有始源意及原理意二意。始源意涉及存在，故而论说特征时说为存在特征，原理意指涉观念，故而论说特征时只能说为抽象性真。太和就是原理意道体的抽象性真，在太和这个特征的指涉下，整体存在界显现为亦有意义、有目的的存在，它是有动静升降有无的变化，但是整体都是实有，并显现为亦有无统一的整体和谐之境，因而以太和说此本体，这是张载为批判道佛而设立的概念，主要用意在于指出一切现象皆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存在，但是都是必然流转于有无隐显之际，圣人尽性其间必须认识此理。具体的尽性功夫，我们后文论说功夫时再讨论。张载虽然标出太和概念，但是在他的其他文字中却并没有再多的使用，不过这个概念所指出的现象之有无统体和谐之意义，却确实是他的宇宙本体论的一贯观点，也确实仍有以其他概念命题而不断表述者。二，以太虚说道体的存在性真。太虚也是说道体的概念，这也是一个宇宙论与本体论问题意识共构的概念，天地万物以气构成，这是中国儒道哲学的共同传统，张载没有做任何讨论就已经直接接受了，
他要做的讨论是以气存在的事实来宣说本体的观点。太虚直接只为气的存在状态，是亦无形的根本，以其根本无形却真实存在而说本体，亦即以气存在本来是亦无形状态的特征来说气的本体。说气的存在特征是为说明天地万物的存在本体，因为天地万物是由气之聚散而形成的，而气的存在是根本无形，无形为其存在特征，故以此特征说本体，复名为太虚。所以太虚是就存在性真来说道体的。参见其言，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克行耳，至静无感，性之渊源，有时有之，物交之克感耳。克感克行与无感无形，为静性者一之十耳。从方法论的讨论中来区分道体的始源意及原理意时，太虚就是始源意道体的存在性真。可见太和及太虚都是就着言说对象的特征定名，为对象为原理意之，太和实即为抽象性真，为存在意之，太虚实即为存在性真。张载说太虚是气本体之理论目的依然在批判道佛，气之本体为太虚是说其无形，并非说其空无一物，因此人是实有，因此道佛言无言空皆未非是。参见其言，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何须与气有性之名，何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十三，就中国哲学的本体论问题之讨论而言，因为本体是就着整体存在界而说的，整体存在界是气的构成，说气的根本是无形，并以太虚称述之，这就是一个本体论的说法，这就是对着道体的讨论。讨论气之本体就是论说道体，因为此时之气也已经是就着整体而说的气了。气作为整体，整体的气的根本是无形，但有有形无形的变化历程，于是就着这样的状态，张载来介说概念。介说概念就是哲学活动，就是思辨活动中对于关键概念的意义进行确定，从而展开对于其他哲学问题的观点陈述。张载说天是由气的根本无形而在现象中展现的存在状态，广大虚空的存在形象即是天，广大虚空中的气化流变中有其统体和谐的道理在，这就是道的概念的出现意义，在气化流变中落实为具体经验现象事物，经验现象事物亦必然持续着有无影显流变的历程，这是依据着气存在的根本无形的太虚意义而有的。此一个别经验现象事物的特征即是性概念的出现意义，因此性是论说个别事物的统体原理的概念，个别具体经验事物有有知觉的也有没有知觉的，就其有知觉的各物而言，其知觉即是心作用的显现，心是个别经验事物之有知觉的意义。有知觉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唯其有知觉才有尽性之命的圣人事业在。
论说天道其实是要言说人道的，论天道必然结合人道。张载提出现象之无并非空无，而是实有的太虚概念，是要借此展开强势的宇宙本体论的论理的。令文言集，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途，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忘。气之为物，散入无形，是的无体，具位有相，不失无常。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势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则圣人尽道其间，兼体而不异者，存神其志矣。彼与寂灭者往而不返，训生只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兼矣，以言乎失道则君焉。十四，张载的基本思考就是主张现象中的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有意义且合理的，其为理也顺而不忘，散灭时是回到根本无形的太虚本体，具有时是进入存在实况，此时当知晓体贴道体而不失其常。天地万物的存在就是无形的太虚，必因气之聚散而有无出入，持续流变，此中有其统体和谐，圣人必知此意，在有形无形间不因错误认识而受累。道佛即是对于存在现象的根本道理有着错误的认识。关于道佛的问题，我们在后文再详述。张载论说太虚显然比太和在更多的地方有观念的援引，因此多次的出现在其他篇章中，更详细的讨论将在下节论说哲学体系时再进行。三，以神话说到体作用的抽象性真。张载言神话的概念有多处，小于神话篇大于更是整篇讨论。张载特别着重这一个概念，是因为要言说天道与圣人的实有作用之意，一般人不见天道与圣人的作为，并不表示天道与圣人没有作为，只是其作用神妙，故不及见，故以神话说之的目的，即是要说其实有作用，指其神妙莫测而已。参见其言，神天德化天道，得其体道，其用亦于气而已。十五，本文是进行神话概念的本体论定义，重点在于神话是就着气存在的变化流行上来讲的。神话分言之，意为天德，意为天道，意为体，意为用。作者认为这是不太重要的定义区分，因为这样区分的太细。总之神话就是说道体，至于是德是道，这就说太细了。而道体必作用，故有体用，至于熟谓体熟谓用，也是说太细了。神话就是天道作用的特征描写，太虚太和是说此道体，神话亦然，神话言说作用变化的特征，这表示道体必然作用，必然在流行中活动，所以论说体用。总观张载在其他多篇文章中对于神话概念的使用，神是指其神妙不测之意，化是指其具体落实有实效之意，而这一切都仍然是气的流变，其必然作用，故有体用二意。虚名照见，神之名也，
无远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无间也。十六，本文是说道体作用，但是道体其实只是一理体，说其虚名照见，说其利用出入，其实已经是就着圣人的作为而为言说的，以及以对圣人作为的言说而说为道体的作用。实际上道体的作用就是落实在圣人的作为中，在圣人的有知觉感通并尽性的作用中，道体的作用才有照见利用之意义出现。当道体有这样的作用意义时，即以神说之，所以究其实，神是圣人作为的境界，因圣人以体贴道体尽性致命而作为而达至神妙境界，故被说为道体之作用有神妙之意。这个神妙的作用特征甚且是充塞无间的，这个充塞无间其实是道体作用的充塞无间，只是道体作用有神妙之意义，因此说为神之充塞无间，并不是有一个位格神在充塞无间的作用着神威，是道体神妙不测的充塞无间。以上二文可以说天道，也可以说圣人，无论是说天道还是说圣人，则都是要说其实有作用。既然实有作用，则道体不空无，圣人不弃人伦可名矣，不弃人伦则就是儒者的价值立场。